狗狗们接下来跑 QQ 飞车的新图云游天府。那这次呢，一共出了两张新赛道，分别是梦回古蜀跟云游天府这两张。我们就先从三星的开始跑。好，我们先来体验一下这个云游天府的一个地图构造。这个是大陆的某个城市吗？还有这个变脸啊！天哪，哇塞，哇塞，这变脸会喷火啊，有料哎、欸！四川啊，啊是四川是不是？啊，四川的熊猫会喷火是吗？豆腐吃多了是吧？然后这边是路边的这个摊贩，看一下这个摊贩呢，他卖什么？有没有卖个咖喱饭？看来是没有啊。好，那么前面两个右弯之后呢，接了一个左右弯，啊都是熊猫啊。不是，四川难道就只有熊猫了吗？没有别的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有进道，我这进道挺窄的。哦，先宽后窄，啊，没有到也还行，没有到很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在右边的小地图呢是有一条小径的，这个第二圈的时候会带到。这个图呢，我在。比赛的时候看到路虎的比赛，有看到这个图的登场，刚出就加入到比赛地图了，很秀啊！老成都小吃，冷吃兔，兔兔这么可爱，欸，这一次的地图做得很精致欸，然后两个熊猫气球在旁边，然后这里有个熊猫，欸，这人是不是白目？是不是欠人家撞？像是在马路上奔跑的死小孩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地图的构造呢，是一个大回旋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非常像小当家里面场景会出现的这个，这是火锅吗？然后再来呢，这个算是进道吗？出来之后就到这里，成都火锅，然后再到一个、延续点。那这个地图的构造本身没有到很困难，三国圣地，这也是三国圣地，三国的什么圣地啊？孔明苑，双手挽残菊长归谈笑，鞠躬杯尽瘁长，鞠躬杯尽瘁胜有什么歌？主播中文爆炸了。这边是熊猫公园，哇塞，这个熊猫一辈子都在这里上上下下的了，然后这个熊猫，另外一个熊猫玩溜滑梯的方式很牛逼，他这熊猫一次是玩溜滑梯还是自杀、啊？看一下，不是你玩错方式了，还怎么样的？这边有一只，看一下这只，难怪熊猫越来越少，因为都自己摔死了。然后这里一个延续点，然后有一个进道分上下两边，然后再一个长延续，哇、哦，这个地图是真的很精致啊！然后再来呢就要进到了第二圈了，就是我们说的刚那个进道，这里还有一个锦鲤啊！哇，这个图是真的很美耶，这图这样设计是真的很美。然后还有熊猫投币饮料。然后再来到了第二圈的这里，有没有？是有一个进道，三加速带之后呢，到这里刷新第二圈，好，直接省了前面三四个弯道。好，我们记得这里有个进道是在这里下去的吗？这里下去的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么就是这张地图的一个构造了。接着我们来试跑一下，这个图看起来是要挂那个喷射 ECU 啊，好。我们先来第一次试跑，然后再来学习跑法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先来一个 WW， 这里应该是要重开一个氮气啦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进道，然后再一个双叉，然后那个进道来看一下怎么过。这个熊猫很碍眼。这里应该要开 ECU 啊，然后这里再一个 CWW，
连续，这里应该是侧身点小喷，连续，然后这里一个 U 弯 ，WW， 一二三四，哇塞，我这个蛇形，一二三四。然后再一个 CWW， 哇，很多小飘要用的点，然后就进到了第二圈，地图很漂亮，然后跑起来也很舒服啊，还不错。好，第二圈转的角度有点大，那个。三四，哇，这里有点难过哎，很难过哎。然后 CWW 点小飘，啊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终点，我一个绕远路哎。终点不在这里啊，这里也是终点，但这样很远啊，天哪、空放氮气，哎，没想到最后一场还是3-5嘞，恭喜我们的蓝蓝发获胜嘞，时间到了啦，哎、欸、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你们一定心服口服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去 KTV, 4:10开了包厢 ,10:10, 6个小时包厢到了，那你10:09给他唱的那首歌会不会唱完，那首情歌王会不会唱完，怎么样，合理吧，没问题吧？没有想到我居然最后一刻，哎呀，空放氮气了！天哪，哎，这曹主播有料！你们没有觉得最后一场曹主播好像进入了比赛模式？好，来了，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图的密道，要来带大家导览这个图的密道了。这个图呢，带大家来导览一下密道。第一个呢，在这里啊，这里有个地方可以上来。机甲车好像太胖了啊，上来了，来锁台。上来之后呢，这里可以进来。这个民间年画方啊，58钟，这是钟吗？那个字？平常都用不到这些中文了。这里呢，哦，一样的，都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
不止这个密道，还有别的。第二个密道呢，在这里，星星有一个小地方可以上来，没错。哎，我卡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怎样啊？我出来了，好，差点被墙壁吸进去了，墙壁里面有个人，很吸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上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个小熊猫 ，I'm here。没错，小熊猫观光景点拍照的。这边还有个什么吗？看一下。啊，这个上不去。这个是出来吗？没错，这样就出来了。上面的中文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礼遇宰相啊。然后呢？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密道，没错，就是这里啊，这里是可以进来的。那我们发现了这个熊猫，它会躲起来，超可爱。它还会出来吗？还是它就不会出来了？我们偷发现它在这里喝人家酿造的酒，然后这熊猫就是去躲起来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图的三个密道。